眼睛在听的时候，你跟他讲讲，开讲了，泰国人要当兵要抽签，知道吧？抽到以后免当兵，哎呀，哦，所以大家很去缅甸装，波浪浪来家念。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变成一种仪式，很多因为很多人就会作弊，所以有很多军官坐那边，然后来念的时候，哎，边那个俩条，你们昏气哦，因为他们一抽到两年，就现在又派到国外，如果所以情绪非常激烈，啊，所以有一些听到以后马上卡都弄掉，还没出来抽签都卡都弄掉，不要抽到我，不要抽到我，啊，所以。一抽，要么就不用当兵，要至少要当两年，你看就差很多。所以，当然我们学佛也要是说，我要很这个东西关心众生很痛苦，所以我看经典很认真，念佛很认真，啊，念阿弥陀佛，你不认真就不念，是真心的求众生苦啊，求众生离苦，愿众生往生净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这样念。那我想各位这种热忱必须表达出来，因为人有人的个性习性，但是这样反而对你的佛性开发不出来，用你的个性压住了你的佛性，用你的分别意识在看，这样就不好。所以我认为现在很方便，书啊，网络佛教的资料啊，特别很多佛法的精髓，他们透过几句话就看到那个精髓了，啊，现在人很有福报，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口诀一样，但是现在要培养的是一个圆满的动机心态来看这个法。我发觉很多年轻人看网络有很多佛法，他这个看只是在分别哪一段写的比较好精彩，就给你转发，其他的跳过去，他没有停下来的时间。为什么？这个眼睛看太久会不好呢？啊，但是跟经典不一样，经典宁可一段话，在寺庙里面一段话刻在墙壁，要让你看一百年，谁开悟那一段话？所以，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变成一种分别佛法，好跟坏，跟裁判。跟自己没有关系，这个法没有融入到自己内心里面，你就没办法展现你的魅力啊，佛法的对别人的加持力。所以我认为各位受了八关斋戒不得了啦，你今天只要去站在有人的地方，或是等一下各位站在牌位，那些众生马上得到你的持戒的力量、悲心的力量和渐渐离苦。你要有这个想法，我眼睛所看到的地方，我耳朵所听到的，我心里所想到的，都得到了透过我把这个三宝的力量、持戒的力量能够传播给对方，这个叫转法轮。所以这一点我叫大家要用这样的想法来读诵经典。好，181页我们先念一下慈悲法门。一，云何人心为思念利他者，为好追求思念，某家与我有恩，我当以如是方便令得大利，某家曾与我所有不饶意，今当报之，即种种理人利物之计，皆是人心也，当念自观心行，早求法力，不应纷纭思虑他缘，是彼对峙。大毗卢遮那成佛经书。这段话我也认为没有那么好解释，因为这是祖师大德所写的，不过我们还是懂了部分看一看。云何人心，我们修慈悲心的人应该用怎么样的想法思念利他者，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想得如何，乃至去做，那么去帮助别人，为好追求思念，要很喜欢这样想，经常想得如何感恩。摩甲与我有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事物都对我们有恩，特别我们出家人是吃喝住，一切包括一张卫生纸都是信徒布施的啊，所以我当以如是方便令得大利益。所以摩甲曾与我
有所劳役，而不是说我所有不劳役，应该是字有点错，今当报之啊，所以我一定要感恩报答对方，及种种礼人利物之际，帮助别人的、利益众生的，这个都是我们人的人心，就人的本性。所以当念自观心行，所以要随时回光返照自己内心在想什么，找求法力，要让自己有佛法的乃至慈悲的想法，不应想入非非一样啊，善乱不应纷纭，所以要思虑他缘，要想的世界别人对我存在的必要，这样来对治自己凡夫的心态。我解释的对还错？你就凊彩听听，你就挑可以用的就好了。但是我对不懂的我也会这样解释给自己听，但是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因缘，哎，看又不一样哦。原来过去想的可能那方面没有考虑到啊。就像一部心经，每天都要观修一次，但是观修不是为了解释给别人听，观修是为了这个心经真实能够让我能除一切苦，哇，心无挂碍故，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心经，如果你去体悟它，是最圆满的总持，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能除一切苦，愿大家。所以把心经就当作你的心愿了。那当然以后在生活上你能够表达出心经的自在，所以心经的慈悲那个是超过语言文字的。所以但是你没有这样子的熏习，你也没办法从你的生活态度表现你的谦卑啊、慈悲啊、恭敬啊、信愿啊。所以老人他不看你学历啊，他看你吃饭走路，对不对？因为老人的经验，他看你这个就知道了啊，一颦一笑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不是这么认真、这么诚意。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要跟老和尚修行？这是我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福报啊！我真的亲近，我从开始学佛就亲近法正老法师，再来如虚长老、真华长老、护行长老、应顺长老、印海长老啊，这些长老都不在了。啊，但是对我来讲，我很有福报。我有一阵子跟妙峰长老在一起，风度翩翩啊！我了解什么叫禅师啊，这个毛笔写来就是禅师啊，话头里面就是禅师。妙峰长老是应该是华人法师，听说去美国纽约弘法的第一人，最近刚往生。但是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些，那这些老和尚他不是。他是在平常你的待人接物，他看到你很虔诚愿意学，他就会跟你说年轻人啊，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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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我想跟各位在这一点呢、多接近这些成熟的善知识，翻过来就容易了。所以二念一下，由四法修大慈心，云何为四？一修大慈心救护众生，二修大慈心度脱众生，三修大慈心觉悟众生，四修大慈心为令众生入涅槃故。大乘的每一句教法都是佛陀制定给菩萨的心灵戒律，都是菩萨戒，各位一定要知道以后依教奉行。那为了要依教奉行，要好好的去信解，要去相信了解，去实修，你才会体证到佛陀的自然的心态是什么。所以佛陀讲一个圆满菩提心，但是他可以讲了百千万亿的不一样的文字语言来表达这个悲心菩提心是什么，这是自然流露了。所以那我们如何把这个东西戒？戒就是说我虽然现在做不到，我现在看到的是四句话，那我要成为我的戒，我一定要按照这样去做，由外而内变成定，由定变成融入，变成你的生命就是在这样做了，叫慧任运自在啊！你就是这样表达了，太人接物了。
那各位要这样强迫自己去熏习熏习，你每天 都一直有新的佛法加持，你也愿意去帮助更多受苦的众生。你每一个法这样融入，你就可以帮助很多众生。就像你自己为自己守八关斋戒，你对世间都有这么大的帮助，对天人都有这么大的帮助。如果你一直把这个悲心融入在你自己，变成你的生命了，永不改变了，这样去实践，那这个大悲心的戒律，那你看你能够净化多少世间，能够有多少的世间福报可以回向给众生。所以各位要以这样子的法喜来接受所有经典。所以第一，有四法才叫修大，慈就是给众生快乐，想办法让他吃好。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会买好衣服啊，给你恰碰谁啊，煮好吃的。当她不爱你，你只有白饭可以吃而已。我得把号给加啊，所以这个慈是你要让对方很快乐，很快乐。大没有分别，又叫空。你要达到大，你要有空性无分别的智慧，你才能够大。所以，而且你对我不好，我还是对你好。这个大没有分别的，所以如何修这个伟大遍一切处的慈爱心啊 ，metta， 他们反正 metta 很好听，慈爱啊，给众生这样子的快乐。第一个，修大慈心者必须救护众生。所以这个世界现在网络时代，各位很容易去看到每个地方各种的苦。那要了解佛法以后，又了解了地狱道、恶鬼道，各种众生不一样的痛苦。所以天道的众生虽然现在很快乐，但是你也会同情他，因为他这个快乐不究竟。啊，唯有他能够脱离天道这种的骄慢恶业，往生净土，真实发菩提心，他才有究竟的快乐。所以各位，有钱人的快乐还是修行人比较快乐，因为我们懂嘛，对不对？我们了解了，你给我黄金百亿，虽然很好，我可以拿来供养社大企业、盖医院、帮助很多，很高兴，很高兴啊！因为我们的快乐不是有钱，而是这个钱可以上供，可以下施，这是快乐，而不是拥有多少的快乐。所以修大慈心者必须决心救护众生啊，不让他们有一点点苦。那这里面佛陀一直讲到众生，众生是所有的有情生命啊。像各位，你不能说啊，我反正我住在台湾，我又没去过莫斯科啊，我又没去，没有了解非洲，那我不知道他们的苦。但是虽然你没有去，你从媒体也知道啊，莫斯科是怎么样，墨西哥是怎么样，印度是怎么样，非洲是怎么样，人也好，那边的动物也好，很可怜啊。你好，时时刻刻用你的爱，用你的功德回向给他们，积一点钱啊，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去给他们一丝一丝的快乐也好。所以要这样去救护所有众生，愿他们要祈愿，愿他们早得离苦，听闻佛法。二者，修大慈心，度脱众生。救是代表暂时的，我让你从痛到不痛，从没有到有，但是要让他就近解脱度脱。所以修大慈心者一定要发愿成佛，如果你没有成佛，如何度脱众生啊？所以度就是波罗蜜一样，让他超越，让他所有痛苦都没有，让他就近解脱。三者，修大慈心者觉悟众生。所以除了让他解脱，要让他了解他可以成佛，他可以看到自己的佛性。这个世界最伟大的是什么？来看到众生的佛性，这是最伟大的事情。你杀我，你强奸我，我还是认为你可以成佛啊！借过这个因缘，愿我比你先成佛，也度你成佛，完全没有恨，完全没有排斥。因为再坏的人都有佛性，再脏的水都有干净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觉悟众生是我了解了因果。哎呀，很多世间的人忙于读书赚钱身份地位，从来不去了解
因果的道理，从来不去了解这种究竟快乐的空性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急的赶快告诉他们。所以各位，我们定个规矩好不好？下回参加八关斋戒，先在楼下发20张传单才上来。刚刚有一位道场，他们办法会给我一个单子，上面写个要大蒙山超度，写牌位免费，他后面有个挂号，念满50000遍佛号者才写一张牌位。你看怕别人，我跟你讲啊，念满50000声佛号者写一张牌位，我们这边先慢慢来，先念500遍，下回2000，下回4000，以后看到那我们没有牌位。但是他写了念满50000遍可以参加法会，哎，反而啊，很多地方在念佛人，哦哟，他很喜欢参加这个法会，为什么？哎，因为他的佛号有力量，他的佛号可以布施给对方，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写牌位，别人说写的牌位是回向法界众生，哇，他念满这50000遍，还不是回向他祖先呢？啊，他要回向法界众生呢，听起来很伟大啊。所以，但无论如何，我想各位要有这个想法，让别人因为我而了解自己，而开发佛性，而学习慈悲。所以念一下自觉觉他，这个是大乘的重点，觉他。但是你要觉他，你一定要自觉。所以修大慈心者一定要想办法觉悟众生，但是不要干扰众生。像我现在在讲课，我就一直分析我这样有效率吗？有能力吗？对对方有帮助？我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我不能随性而讲话啊，电视在监督的啊，而且现场直播，世界各地都在看，对他们有没有帮助？所以我偶尔讲，我眼睛还要看荧幕说，说我来给你看，你有没有在听？我要互动，我要互动。那、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让你的心去接触对方的心。所以，因为佛法是透过心跟心的交流，不是语言文字啊，语言文字是助缘。所以，因为我们修大慈心，就像我现在问这样好了，各位，这位法师在这边讲课，他是不是很想觉悟我们呢、啊？有没有啊？没有，你就叫瓦郎，看见了，了解吗？你也要有这个承担，对方也要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合起来才有意思嘛？你想解脱，对不对？我也想解脱，我们一起来解脱。你也想念佛，我也想念佛，我们一起来念阿弥陀佛，这样而已。啊。而不是说，那我是为讲课而讲课，而不是我是为了觉悟众生、救护众生、度脱众生。所以简单的来讲说，那你要表现这个慈心，那你必须这么做，不然你也没有大慈心。意思修大慈心，为令众生入涅槃故。啊，如果众生不入涅槃，他就是轮回很苦啊。所以修大慈心的人要想尽办法让所有六道轮回众生都进入解脱涅槃，进入极乐世界。第三，念家由四法修大悲心，云何为是？一，修大悲心，为令众生离诸恶道，住善趣故。二，修大悲心，为令众生舍诸恶行，习善法故。三，修大悲心，为令众生离于小圣，入大圣故。四，修大悲心，为令众生离于生死，得涅槃故。所以有四种方法让我们能够去修大悲心。倒过来讲，如果你有修大悲心，也能够让众生得到这四种好的果，这是互为因果啊。所以第一，修大悲心，为令众生离诸恶道，住善趣故。来，当愿众生所有往生牌位有情，冤亲债主脱离恶道，脱离痛苦，升天升净土。Om Mani Padme Hum。 那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在家里写个牌位啊，
或者电视打开啦，看到什么就修大悲心啊。这次像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一定有人家卖荤的、啊、那些肉啊，你也要，虽然很痛苦啊，你也要走过去啊，嗡啊吽，嗡啊吽，对不对？嗡嘛呢叭咪阿弥陀佛，七佛如来，浑身解数都念完了啊，洒点甘露啊。但是如果你漠不关心他，完了你的悲心就不见了。啊，不能视而不见，就是说你要尽你的力量，尽你的力量。所以有时候他们买完了，也当然很少叫我付钱的，我就站在旁边啊，站在后面就为整间在念，整间念他们往生的那些肉给他超度，那些可以吃的食物啊，融入我们的功德啊，对不对？愿意他们吃得解脱啊。你还是一直在那边修，愿这些出钱的人更有福报，愿算账的小姐算得很清楚，将来找到更好的工作啊，将来找到更好的姻缘。那你就要一直一直一直这样啊，愿整个地方得到一个加持。你念什么都没关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可以。你也可以随顺方便的念出他需要的咒语或是法语啊。所以你懂得越多法语，那机会跟他讲话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针对他需要的讲述他喜欢听的话，那从世间的善语而变成佛法的解脱的语言。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努力。第二，修大悲心，为令众生舍诸恶行习善法故。所以我们修大悲心要想尽办法，想尽办法，就像一个警察，你们千万都不要犯罪，对不对？啊，警察就是交通警察，请问你们永远不要有交通事故，他至少有这个动机吧。所以希望所有众生不要再造恶业，大家都来拜佛做善事，帮助众生习善法故。也就是说，各位你要修大悲心，你要心存这个念头，我要让众生都断恶，我要让众生脱离三恶道。你每天都要这样想，你千万不要在公车上打瞌睡。难得大家坐一部车，哎，500是同船渡，哎，难得大家同一个餐厅，哎，1000是同桌同餐厅，哎，所以借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漠不关心，不要光想自己的事情。念阿弥陀佛不是念给自己听的，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佛的眼睛来念阿弥陀佛，用佛的心来念阿弥陀佛。愿他们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消业障，愿他们将来都能够信愿往生，将来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那你要用这种利他的心去修大悲心。那如果你不这样做，虽然你讲慈悲，但却没办法显现慈悲的力量啊。第三，修大悲心，为令众生离于小乘入大乘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显现大悲心？这样虽然很多人在修行，但很多人的修行是为个人的解脱在修行啊，为个人的因缘在修行。所以我们要展现大悲心，愿他们，所以各位要多念药师佛，药师佛可以让他们消除邪见，走入正见，消除自利而产生利他，消除对极乐世界净土信心的不够啊，愿他们升起信心，八大菩萨接引他们，从世间法的衣食住行一直到成佛，药师佛的本愿。所以我们要跟佛菩萨同行同愿，去念药师佛、药师经、药师咒，免得我们用我们的念头是不圆满的。我们念这个佛，就用圆满这个佛的念头来转自己，更来转对方，自利利他。那大乘佛教不离这个念佛法门，那这个念佛法门是为了大悲心，也唯有大悲心才可以令众生如此进入菩提心，悉发菩提心，更让自己也能够发菩提心。第四，修大悲心，为令众生离于生死得涅槃故。有生必有死，很痛苦，一切无常无我，如果不了解这个无常无我，苦啊。所以各位，你女儿说爸爸我要结婚了，你妈说哭啊哭啊，哎呀，爸爸没有好好的引导你啊，爸爸没有好好的回向你啊，你居然要自动去什么判无期徒刑了啊，挂高连啊，挂高连啊，啊，
苦啊，然后要替人家生小孩啊，生不出男生怎么办？爸爸给你倒回向啊，啊，你被你的公公婆婆看不起啊，老公看不起你啊，所以这个意思说，做菩萨就看到众生在执着生死的时候，啊，也会生气，很难过啊，啊，所以我们为了要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一定要安住在大悲心，也用大悲心才可以办法让众生离生死得涅槃故。所以各位，经典重不重要啊？重要。我也希望我们讲堂不分法师居士，多多的按照经典来谈佛法，这样会有佛的加持。有些说对不起，我对心经不熟，没关系，你不熟就讲你二十分熟了就好了嘛。谁是一百分呢？唯有佛是一百分呢。但是至少我这个二十分，愿意祈求佛的加持，希望这个心经你也得到，我也得到。因为每个人的解释有不一样的角度，那对大家都是一个刺激，一个帮助。所以希望讲堂里面多多一点这种经典重要法语的读诵，好不好啊？啊，居士也要报名啊，居士也要报名，不要客气啊。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你更要带动大家啊，特别你会看经典，你是一个世间的老师，但是基本上要看你的动机正不正确啊。如果你的动机或是有一点邪见，那还是见解不够圆满也不行。因为我发觉有些人在讲佛法，讲来讲去还是个人解脱的，他强调的是四圣谛八正道，生死轮回的苦，而忘了提了众生的苦，忘了展现佛的力量。所谓呢，个人解脱者就是小乘叫自力行者，自力行者这个法它是用在自己身上的啊。但是大乘佛教是以佛力为主，所以为了要帮助对方，必须要展现佛的力量，这才叫大乘行者。好，翻过来。第四，菩萨如是依无二心之所积集，何以故？菩萨于一切有情平等积集故，以一切有情为所缘境而积集故，如是速能普令一切正得法性，菩萨自能出离大火灾矣。复令他人亦悉出离，以其安住平等心故，心无高下。所以要发大悲心做菩萨，一定要安住空性，思维空性，应无所住。应无所住是不是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哪一个喜欢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有哪一个无，而是呢，万法皆空，皆平等，无有分别。所以发菩提心做菩萨，要以这个无恶心、无分别心，所以我们叫入不恶门啊，是以一个绝对的真相来看待一切。所以以无恶心之所积集何以故，来累积成佛的资粮。菩萨于一切有情平等积集故，所以对所有的有情，菩萨可以从他身上去种福田啊，去修慈悲啊，去累积资粮啊，与一切有情为所缘境而积极故啊。所以从佛学到了这些法，都要用在所有有情身上。所以没有有情，我们就发不起出离心、悲心啊。所以没有有情，我们就没办法成就佛道。所以我想各位千万不要光活在人呐、我们是个人，我很喜欢在人上面比较啊，我比别人高，我比别人书读得多，不能如此啊。所以你呢，哪一天可以去动物园对动物说法啊，写个牌位，所有轨道众生为他施食说法，可以用各种方法。所以走到哪里都是有情的世界，在这个世间里面，但是我们要以这个平等悲心去努力。如是速能普令一切正得法性啊，所以慈悲是开悟最快的方法。所以有情都是在生灭变化的，所以呢，但是有情却不了解它的本体是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苦的状态的。
所以你必须从友情上面的努力，就像有火，你要把这个火浇熄了。